袁拱忽然问道：“老朽可否先问个问题，道衍和尚再回答陛下？”道衍不置可否。正好朱棣的问题，他也需要一点时间想一想。这几日，道衍面壁沉思。虽然大多数问题有了他自己的理解，但毕竟还没有彻底串起来。听到道演和尚以及朱棣三番五次的提到所谓的“江圣、江先生”。 袁拱实在是按捺不住心中好奇，插话问道：“你们所说的这位江先生到底是谁？全名叫做江星火。”朱高炽悉心解释说：“江星火本是宁国府敬亭山下一家小地主，少年失户。随着乡中四塾先生念了几年学，但不知为何。” 去年开始变卖家产，只身来到南京秦淮河上，每日勾栏听取消遣时光。其人颇有词才，曾写出“西风多少恨，吹不散眉弯”等词，卖与达官贵人换取银钱。乃又为何会引得陛下如此重视？又为何会让道演和尚这般疯魔呢？袁拱还是不解。朱高炽看了看朱棣，朱棣略一思忖，点了点头。 毕竟袁巩对他们来说还真不算是外人。二十年前，袁巩就预言了朱棣以后会当皇帝，而且江心火是否是谪仙人，又如何证明，终归还是要袁巩去看一看、算一算的。哪怕断定不了，也总是了却朱棣心中的一个疑问。毕竟，像是袁巩已经是元末明初这个时代中，在这个领域里的最顶级权威了，不去问袁巩。 更没人能解答江心火是否是谪仙这个问题，所以既然最终还是得告诉袁巩关于江心火的信息，还不如现在就趁着袁巩主动问的时候，直接告诉他为好。得了父皇的准许，朱高炽继续说道：“乃是因为乡里教他的先生是方孝孺的记名弟子，江心火也被当作方孝孺的第十族抓进了诏狱。” 而前段时间，二弟正好在诏狱里休息，机缘巧合之下发现了此人。此人言论出人意料，而又往往极有道理，所以道演大师旁听后便有些入了迷。父皇怀疑他有可能是谪仙人，袁拱心头了然，而他看向朱棣问道：“那陛下召老朽来，便是为了这位江心火吧？让老朽去向他一相。” 看看其人到底是不是谪仙林氏，不错。朱棣也不遮掩，坦率说道：“劳烦原居士了。”李景龙也在诏狱中休息，到时候朕会让锦衣卫联系李景龙，借着李景龙，原居士便可接近江心火。老朽心头也好奇的紧。袁拱在脏兮兮的衣衫上蹭了蹭手，拧开酒壶塞子，灌了口酒。所谓谪仙。 老朽这一甲子岁月是从未见过的，便是元末乱世什么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，也只是人的伎俩。老朽对于世上是否有谪仙，给谪仙相面会相出什么，也委实是不知道。这边道衍思考完毕，却是不想再听他们废话了。先说第一个，道衍语气肯定。 都是吸血虫统治的世界，但两个世界定然是有区别的。江胜所言皆是微言大义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精神归一江心火的道眼，开始了自己对江心火言论的解读。 但江胜并未详细讲完全部的课程内容，有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，是直接浮光掠影一样一闪而过的。譬如春秋时铁犁牛耕导致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其他影响，这种其他影响也必然会在下一次生产力进步时出现。朱高炽默默重复道：“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其他影响，老衲认为这个其他影响里最重要的有两点。” 导演双手合十，沉声说道：“首先，生产力进步就意味着生产者的地位，从最终结果上看，一定是比之前提高的。就如同从井田制下的奴隶到私田制下的自耕农或佃农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在生产力进步后，必定会导致原来的秩序崩坏，而更能获得生产者拥护的吸血虫，才能在与其他吸血虫的竞争中取得优势。” 闻言，不仅朱高炽若有所思，朱棣也皱起眉头来。那么，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呢？朱高炽问道。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便是思想，便如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所言：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上浮度则六亲固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下令如流水之源，令顺民心。” 大皇子，不妨说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朱高炽自小便学习经史子集，这种最基础的东西当然难不倒他。意思便是：粮仓充实才会知道礼节，衣食保暖才会懂得荣辱。君王使用财富遵循制度，贵族们就紧紧依附；而礼、义、廉、耻的伦理不大家宣扬，国家就会灭亡。 颁布政令就好像流水的源头，要能顺乎民心。导演听完后满意地点了点，全是黑灰的光头老衲认为，思想应当也是江胜所言上层建筑的一部分，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一定会让思想产生改变。这种思想上的变化，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生产者本身所发起的，生产者忙着生产有价值的物品，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。 反而是趴在生产者身上的吸血虫，吸饱了血便有时间、有精力开始琢磨新的思想，便如同春秋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，让是崛起的同时，也带来了百家争鸣。同时，即便这种思想并不是由生产者本身提出的，但却最终会改善生产者的处境。朱高炽看着聪明绝顶道。 顺着江心火的理论，就能自己悟到的道演接过话来，所以道演大师觉得，就像是上次铁犁牛耕导致的生产力进步，使得生产者地位提高，出现利于生产者的思想一样，下一次生产力进步所演化的世界，同样会发生这两点，而都是吸血虫统治的世界，但对于生产者来说，这便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了。不错。 道言点头赞许，便如同蛇修五百年走蛟，蛟修一千年化龙的道理一样，得到了第一个问题的解释。对第二个问题，朱高炽也秉持着质疑的态度，同样提出了疑问：大师，且不说大同世界能不能实现，即便是实现了，那么就不会因为人的差异而继续产生不公吗？便是人与人之间生来便地位平等。 可地位平等就意味着真的平等吗？需知道，有的人生来就聪慧，有的人生来愚钝。世上有勇敢的人，也有怯懦的人。那么，随着时间的积累，或许一代人显不出巨大差距，可几代人后，必然会产生判若云泥般的高下之分。若是换个角度，朱高炽诚恳来问：假定地位平等，便是公平。 那对于那些建立了足够功勋、积攒了足够财富的人，又真的公平吗？如果按照大师所言，大同世界将会因此改变人和人的命运，由原来的不平等变为平等。对于另一部分来说，起飞也让人觉得很不公平吗？再者，既然要建立大同世界，那么就要以普通百姓的利益为先。 如若普通百姓拥有了超过常人的天赋，那么谁还愿意去做普通人呢？如果大家地位上都是普通人，那如何保证行使管理等分工职责的人不以权谋私呢？到时候只怕会发生更多的冲突、杀戮乃至战争吧。朱高炽的话语铿锵有力，句句在理，令众人无法反驳。